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伤。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台湾玉山科技协会长玉山分机机构第一届的机器人计划实验室典礼开始。各位机器人，台湾玉山科技协会秘书处长玉山干事及各位实习生，大家午安。我们很荣幸今天邀请到各位 mentor 来参加这一个实验室。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将接下玉山传承的火炬，肩负世代传承的责任。肩负世代传承的责任。第十届小玉山实习生张木林致敬。第十届小玉山实习生张木林致敬。不会磕头啊？哈哈哈哈哈哈！不对，磕头是要提脚。请求提息，递提息卡。接受提息，薪火相传。请王博渊理事长为陈新宇点燃传承的火。六个年轻人的忙碌，对。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